嗨，各位新旧的 YouTube 网友大家好，海外的就是油管。今天是2024年4月15号。昨天跑完了这个11场的沙田日马，也都想跟大家就回顾一下，即是小弟的 YouTube 频道里面的答问环节呢，其实呢小弟真的每一次呢都做了功课呢，希望呢是为大家提供一个很有养分的环节。咁呢个环节入面呢，有啲系你问我答，有啲系我主动觉得边啲马系好，我会喺嗰度特别提供。我提供得嘅同样喺我个谷收费嘅谷入面呢，沈家成创马，沈国成创马汽车工作室入面，当然我都会有提供。咁所以呢就呢啲唔会系附录，亦都唔会呢系话独落落，咁我情愿有时系众落落，咁但系咧众落落之余又唔可以全部一齐众落落啦，咁所以希望大家体谅啦。咁以下有几条片段仔咧，咁亦都可以睇下我点样去分析边啲热门马，我觉得系真系好冤枉输得大家。咁边啲马喺呢个越冤枉嘅场下边，我哋点样去拣冷马？咁亦都有啲边啲马系值得大家系继续支持。咁大家去听一听我喺星期六晚 YouTube 直播入面嘅答问环节，咁亦都期待以后嘅每一个 YouTube 嘅节目呢係有你同我一齐嘅参与。咁听晚10点直播再同大家见面。好，第六场就係有呢个三号一代宗师。就係1000啦，听日有3场1000啦，我话俾你，大家唔好諗住向啲热门度諗啊，要向冷门度諗啊，1000次次都爆㗎。10号阳明闪耀，跟住之后4号八发八中，跟住仲有一只发发中就蔡玉士，发发八中啊，即系好似神仔咗啲啊，有啲咁多，好似嗰啲操练唔系太好啲啊。嗱，呢场马咧亦都系一样啊，即系好似冇咩马拣，但系咧我可以话俾你听，一只马输紧，系边只咧？就系潘顿嗰只。O K， 最其实呢只马加应值勇士。有咩过人之处啫？你仲系睇佢个往绩，但其实呢马伤患，因为有伤患，佢唞咗好耐先再出嚟啊嘛。10月跑完到而家啦，足足又休息咗好。系啊，嗱，你睇翻啦。又唔知道个伤患对佢影响，而家佢仲有冇呢个意志或者斗志去跑？啊，系嘛？加应时182又冇出噶啦。哇！即系如果佢调翻转，有时我哋介绍啲马好似唔系好负责任，系因为佢哇同我为你跑争到争崩头嘅，咁但两次都跑第二啦。咁你而家你今次哇揽住佢，你个14档当然会热啦。但我觉得呢只马系好危险嘅，好危险嘅热门啊！咁呢只号霸王梗系犀利啦，系咪先？咁你上次跑初少少，一跑完 Q 跟住顺势赢啦，咁呢个再配埋呢个新啱啱小登科嘅何铭年，我谂何铭年听日可能有一两只马赢噶，甚至一定美丽啊吓。咁当然我唔系话因为小登科佢就会有马赢，但系而家咧即系连呢啲都有，连呢啲都有啲饼仔可以派嘅。咁咁啱有呢啲几只马喺度，好啦。咁另外咧，我觉得调翻转嗱，我头先都讲过梁家俊听日啲马几好，我觉得呢个精彩勇士梁家俊大卫希斯咧。排住呢13档呢只就可以睇下佢啦，因为佢之前输嗰两场唔系咁啱嗰啲地啊。哦，今次个地系比较适合佢。佢其实都输好近嘅咋。系一场系跑一档，唔系唔好档啊。系一场报文跑一场，佢跑得好 hea 噶，报文呢场输30万位，跑得好差嘅。嗰日报文全日系食白果净系赢啫，忠诚宝宝嘅。咁啊再落去咪搞到冇得搞，咪英雄战歌咯。系嘛？跟住再咩马拣啊？都冇咩好拣。咯，可能你都系拣埋一代宗师，咁日日赢紧要拣翻佢啦。咁即系呢啲就因为都冇得拣之中，就拣翻佢嘅啫。咁但系咧，我都觉得呢度有只马咧都值得大家留意一下嘅。留意。就系呢个12号专家，我睇佢嗰个，我睇佢喺全化嗰1000集都几好。做得唔错。唔错。如果佢嗰个唔系附录嘅，系亦唔系话系佢嘅。系啦。如果又唔系话后面啲马特别渣嘅咧，如果佢听日 keep 翻呢一个势咁样跑落去咧，你当佢癫又好乜都好，佢发晒啲力唔知几时断。如果真系900几咪先断，佢有机会翻嚟嘅喎，几倍啊？26倍啊！我觉得呢马你大家可以留意一下。
个档位个档位帮到佢手嘅。我觉得呢场马你真系都可以考虑下小登科嘅何铭年啦，一定美丽啦。好，今次个档位好翻，磅位亦都唔重，系嘛？即系你讲真系好好有好竞争嘅马，呢度都唔算多。